我应该叫你哲瀚还是叫小哲？哲瀚就好。这样就好了哈， okay. 好嘞，你坐我这个座吧。啊，我坐你的。哎，你坐我的，你坐我的。那你这个精心调配的座位。喂，因为这个后边是有那个什么的，有艾草的，还有，所以它去湿。这不是品牌啊，跟品牌没关系。那这样哈，这个大家刷你们自己的那个喜欢的口号哈，浪浪丁 CP 那个什么什么，你干嘛呀、啊、这是？哎，哦，我你有点高啊。对，我怎么这么高？啊，这什么？你干什么呢你？我本身什么都不没，你就乱捣乱的，我给你低一点好不好？ Okay, 要不有点，对啊、到时候哎，我得让我老婆来呗。你说你别跪着跟他说话呀。在这，对，坐我这凳子比较舒服哈。OK OK， 来，哎，这样，好嘞，好。那这个小哲已经来了啊，我们直播间现在已经开始刷起来了。嗯。直播间姐妹也都开始特别的兴奋了，是，尤其是小哲的粉丝啊。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吧？看哪个机器？看这个机器吗？哎，看这个就可以了。对。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哲瀚，很开心能够来到林依轮老师的直播间做客。叫老师啊？老师，哎，当然老师，叫哥哥也行。哎，爸爸，你是作为什么？你看你，我都替你做广告了，你还没自己还不做啊？我作为那个美宝莲底妆代言人，然后来到林依轮老师的直播间，然后跟大家见面。嗯，对。来，让我们欢迎小哲。这个这样哈，我听说小哲是这个很喜欢唱歌，而且呢，这个最近好像发了新歌了，是吧？对对对。是叫什么名字？叫环绕。环绕是吧？嗯。可以唱吗？可以啊。啊？可以。现在唱？对，可以，没问题。你确定？可以。我怕你现在唱完了以后，你粉丝一听完说哦，唱完了我们就走了。那不。留到最后唱吗？还是现在唱？那最后唱一下。最后唱是吧？可以。大家期待一下啊，小哲给大家带来新歌，完了我们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让小哲给大家清唱几句他的新歌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啊这个小哲来了之后呢，他代言的底妆啊不光是价格好啊，还有好奖，就是有小哲给大家带来那个奖品啊，一共是我们这样小哲呢是比较喜欢，你平时喜欢什么喜欢玩什么呢？平时喜欢玩什么啊？打高尔夫。打高尔夫。嗯、真的、啊、你多少杆？90左右。90、嗯、那比我高了。我以前打得好，后来我就一直在退步，现在100多了已经。这样哈，既然小哲喜欢游戏啊，喜欢玩啊，完了我们这样哈，那个有一个游戏过关，每通过一关啊，小哲就可以在道具上打卡表示任务完成。我们玩游戏啊，玩游戏。对。然后送出竞速好礼给到我们所有的粉丝，给到小哲的粉丝啊。哲瀚，如果你有发现我们直播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吗？嗯，你觉得是不是不够创意？很好啊，一折好礼是吧？多多的福利哈、啊，是不是多多的福利？大家没意见啊？我们是这样啊，这个老夏，对，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那个，我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好不好？嗯啊，今天啊，在我们直播间所有下单买小哲代言的这个 Femi 粉底哈。到手价啊是69块，送5毫升的同款随机小样三支，还送95毫升的净澈多效卸妆水一瓶，送美妆蛋一个。下单买粉饼的朋友啊，秒杀价是59块，能不能把产品先对。再送两包50片的这个化妆棉，下单化妆刷6件套的啊，付定金20块钱，我们最终到手价是99块，下单眼唇卸妆水的三支150毫升的。我们只要137块送40毫升的这个眼唇卸10支和95毫升的净澈多效2支，这个款式是随机的啊。下单羽绒唇釉的，我们拍一支到手是99块，送40毫升的这个眼唇卸2支，拍2支到手138，送40毫升的眼唇卸5支。最最重要的是啊，我们还有一个重磅的小哲啊张哲瀚专属的定制礼盒给我们带来的。嗯，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是 FitMe 的粉底液， FitMe 的气垫，再加上橡皮擦他们家的这个遮瑕啊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但是呢遮瑕一般很多品牌就是做一个色号，他们家是有很多色号，一会儿呢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好，这个什么样的皮肤有什么样的色号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这个是小哲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限量的1000套的礼盒，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所有的粉丝啊，咱们拼手速了，嗯，好不好？我们能把这个链接先给大家上了吗？好，一置顶热门位，一会儿我们在最后下单的朋友里面是不是要抽这个奖吗？是啊，没有，这粉丝说你出话了，想把你怼进来，是吗？我出话了吗？是的，
没事，小哲在就可以了。哈哈哈哈，我们先把这个链接上了好不好？完了一会儿啊，我们在下单买这个礼盒的朋友里边，在我们所有的粉丝里边要抽奖啊，抽的是什么奖？哇哇哇！想要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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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想要吗？哎，但是啊，这个是这个印刷的，完了我们是1000套，但是呢，今天啊，小哲会留下亲笔签名的，再给大家一套。所以大家赶快去下单，我们准备上链接，大家秒它哈。这个1000套的啊，如果我们这个黄皮的是选择的是110110，完了如果要是粉皮的话112，自然的妹妹选120，自然的啊，自然就像我这样也120可以吧？可以的，没问题，对吧？我们上链接了啊，完了我们的暗语是什么？我们改一个暗语吧。好，一折好礼好不好？好，一折好礼啊，好吧，来了。美宝莲张哲瀚底妆礼盒，一折好礼，上链接。我们的热门位啊，今天我们先去详情页下面把这个定金付了啊，行。然后一号到三号付尾款，直播间风格不太一样哈，因为我自己呢，我天天反正我在直播间我也是很开心，带着大家一块玩，所以玩到现在，我们每一个直播间的伙伴都是感觉那个一进来就是特嗨的状态。不要拿它当是一个工作，因为本身这都是大家喜欢的，我喜欢跟大家分享嘛。而且能感受到那个林依轮老师的那个唱歌的共鸣腔体，大嗓门，很有威慑力。大家赶快去买啊！一会儿在下单的朋友里面，我们要抽奖的啊！这绝对是重磅的奖。对，那我们先开始我们的游戏的第一个环节好不好？好，这个只是限量1000套哈，一会儿卖完就没有了，大家赶快去买它。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游戏环节，直播间啊，我们所有的姐妹粉丝啊，小哲的粉丝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这个刷屏，完了把答案啊，用答案啊帮助小哲一起来回答闯关。首先呢是到我们的竞速场，如果说到竞速运动，小哲你会想到什么？赛车、跑步、赛车、短跑、跑步。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好像参加过这个挑战竞速类的挑战节目。对对对对对，是做什么？有开车？没有，是有跨栏啊，然后呢有闯关的那种节目。哦，跨度有点大呀。你打高尔夫那其实是挺安静的事儿。完了，突然去参加跨栏啊！哈哈哈哈。对，因为之前就是身体状况比较好，后来因为腿部受伤了，做了手术，以后就改打高了。哦，明白。那如果其实你觉得，就是如果要真是你要去参加竞速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哪一部分就是你要去关注的？我觉得就是说竞速的话，可能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吧。安全问题。那你看那个，如果是比如说咱们看电影的话，那竞速的那些飞车啊，那些对那多可怕，那不可能有安全啊。对，那就是一个超越自身的心理的恐惧的一个极限的一个、就拼了命啦。是。对。那如果让你给大家推荐一部好电影，说哎，你觉得看这个是你认为竞速里面最值得去看的一部电影，你会推荐什么电影？我最近有看一部电影，是那个叫《福特与法拉利》还叫什么？有一个电影是那个克里斯蒂安贝尔和那个一个什么什么达蒙。马特达蒙他们俩演的。那这我真没看过。一个所有的粉丝啊，咱们要去看啊，要不就像今天这样尴尬的画面，你知道吗？我们俩聊这事儿聊不下去。新出的一部电影，拿了奥斯卡一个什么奖项。OK， 那我想，如果有机会在剧里边，如果你扮一个竞速演员，你会演什么样的角色？开车飞，还是攀岩爬？我觉得我想尝试，可能就是那种经理人吧。就因为他们赛车手也是需要一个非常棒的经理人啊，对，处理一些东西，然后其实它是一个互相的陪伴的一个过程，一个就像一个千里马需要一个好的伯乐一样，他需要发现这个车手。那其实你内心还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呗。我以前我可能喜欢做赛车手，就还是因为受伤嘛。对。那这样啊，那最近应该你没有做过这些竞速的那个事情了吧？
没有，我现在现在开车都比以前慢很多。哦，好，好，那是这样。这样哈，我们要开始闯关成功啊，请那个张涵要打卡第一关。对，这刚才我问的问题，大家觉得满意吗？满意吗？啊，应该还可以哈，真欢乐，哈哈哈，老干部，老干部是说你吗？说我吧，说我。对，为啥觉得你太正经了？对，就觉得我可能现在的风格就是比较老干部一点。OK， 好，老干部过关啊，咱们这样，张涵打卡那个打卡第一关好不好？好 ，OK。打卡第一关，可以画个对号，哎，对号画勾，第一关画个对号过关。那我们请我们直播间所有的那个粉丝啊，完了我们姐妹们也要这样哈。这个大家如果回答满意不满意的话，我们都可以刷起来啊。如果不满意，我告诉你就不让小哲过关，好吧？不让小哲过关，那就怎么样呢？就得罚他唱歌。第一次不过关，唱一首；第二次不过关，唱两首；第三次不过关，唱一宿。我们这样啊，我们这样，这个送出美宝莲的一折好礼啊，竞速场第一关的福利是什么呢？奖品就是我们美宝莲定制的腮红，来给大家看一下。美宝莲定制腮红啊，我们要抽十位的姐妹，十位粉丝啊，抽十位送出这份礼。完了我们呢看看大家是哪些朋友要中这个奖。好，我们刷暗语刷什么呢？一折好礼吧。一折好礼。好吧，后面这四个字啊。对，我们的暗语就是一折好礼啊。嗯。大家刷起来，对，抽奖了，一折好礼，我们刷起来，完了给大家抽十位粉丝，我们十位获得的是美宝莲的定制腮红一个，给大家弹屏，弹屏哈，弹屏是吧？对，好嘞，对，那来了，能倒数，倒数啊，对，三、二、一，到，抽到了吗？被你刷爆机了，嗯，刷爆了，后台。刷我死机了，死机了，因为一直在刷，没有一直在刷 ，OK， 所以就后台爆掉了，就你看咱们看着是就不走了，哦，哦，那个拍到了吗？卡了，真的是卡了，是，太多人了，你知道，刚才我是7:30开播哈，一直在刷你。什么都说不了，我在这什么都说不了，大家一直在刷这个，嗯，还是卡吗？怎么样了？还是卡吗？还是卡。那咋整？爆了。开热气，拍吧。那就拍吧，拍吧，平拍吧。我们反正十个嘛，我们就一瓶五个，好吧？好，一瓶五个，一瓶五个，大家刷起来啊！好，一折好礼，我们这边动起来了，我们刷起来。啊，不是真的一折啊，是林依轮的一。小哲的哲啊，张哲涵的哲啊，一哲好礼，大家刷起来，来三二一到一瓶，再来一瓶，三二一到两瓶，两瓶哈，我先看、okay. 先看第一瓶哈，来我们截个图，三二一，好，第一位是 FIFI， 第二位是 Kitty， 第三位是赵慧莹，第四位我爱蝙蝠侠，第五位是 SJ 尾号62，然后第二瓶，哎我们截图三哎三二一。好，第一位是DREAM， 第二位是 SSI， 第三位 YYA， 第四位 AWSH， 第五位 OJU， 一二三，恭喜，恭喜获奖的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是第二关哈，竞速叠叠乐。那我想这样，我们先收拾一下啊，竞速叠叠乐。小哲呢是需要一边用赛车的轮胎道具玩叠叠乐，一边回答我们准备的问题，二选一的那个题目哈，新手哎，用哪个？用这个，轮胎往上落。哦，完了是 Fit Me 是吧 ？Fit Me 粉底液啊，这哑光版，完了做第一块，然后呢，我们在上面来叠加哈，来叠加这个我们直播间哈，所有的姐妹粉丝们千万别错过啊！第二关我们闯关呢马上要开始了，闯关成功之后呢？小哲会为我们大家送上第二波抽奖。好，你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就来了啊。好了，来，第二开始。大家都说啊，这个小哲呢是换脸式的演技，那正面角色和反派目前更想尝试的是其实更想尝试一下反派。想演反派， OK， 好。那这个如果时间允许啊，可以参加综艺节目的话，是偏向于户外竞技类呢还是生活类呢？综艺节目的话可能想参加音乐类的。
想参加音乐去唱歌是吧？对 ，OK， 好，那你更喜欢舒缓悠扬的慢歌呢，还是节奏快一点的这个强劲一点的音乐呢？两个都很喜欢，两个都很喜欢。OK， 那再有一个问题啊，张涵，你是油皮这个油干皮还是混油皮？混油皮，混油皮。那在选择粉底的时候，你会用到我们美宝莲哑光版的 Fit Me 的水润版呢，还是什么呢？我觉得会用水润版。水润版，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因为粉底液，我觉得还是润一点比较好，要不然会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细纹呢。如果是干了的话 ，OK， 要带妆一天嘛。嗯嗯嗯。哦，带妆一天就会这个使用水润，但是如果平时的话，你会使用那个什么的吗？哑光的吗？对，也会使用哑光是吧？对对。OK， 好，那时间到，哎。不能再，我们来看看啊，小哲叠叠乐啊，这个这几个，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加上这个底，我们底妆，十个，算是十项全能吧，算十项全能吗？必须算啊，可以吧？这个啊，我想跟大家说的哈，这个第二关，大家觉得闯关有没有算不算成功？如果算，哎呀，你看又说算了。算，你们这么违心，真的算吗？我这一准备了一盆呢，应该把一盆都摆起来才算呢。OK， 好，就听你们的。这个第二关闯关成功啊，闯关成功。其实我们还是为了让大家玩得开心嘛，不一定是非要那个设置多少多高的难度。没错。好，那我们第二个要抽的是什么奖呢？来给大家看一看。可以。这个啊，抽的是这个，哎呦，声卡。哦，给大家再听一下啊！说话对啊，晚安，做个好梦。每天晚上我把它放在床头，完了听在旁边有个人跟我说：“哎，得嘞，睡觉了。”小哲每天跟你说完，是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声音吗？哎，应该是，没有吗？没有早安，听听下一个，对，这不一样。哇，这是这香什么？山河不足重，哦，重在遇知己。哎呦，山河不足重。好，这个没声儿。哎，保证让大家收到的都是有声的。OK， 好，这个是随机的啊，我们声音是随机发的啊。我们现在要给大家抽十位还是十位啊？五位。这抽五位啊，抽五位啊。这个我们五位的暗语要刷起来，好不好？来了啊，要抽五位的啊，一折好礼继续了哈。来，按语不变，一折好礼。对的，嗯，一折好礼，大家刷起来啊。我们抽五位啊，是，好，刷起来了。准备倒计时，三、二、一，到。好，五位。哎，我们截图，三、二、一。好啊，第一位是花心之主，第二位地尾号 683， 第三位是樱花飘落，第四位就是要让大家看到是真的在抽奖。嗯，好了，恭喜获得这个获得奖的朋友啊，对，五位。不论是晚上或者是早上起来听到小哲的声音，让我们这个元气满满的面对一天的这个朝阳。嗯，晚上睡觉可以安心心的睡个好觉。嗯，好了，我们下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啊，这个 Fit Me 的那个底妆了。嗯，啊，那个是我们要再抽吗？还是怎么样？不是，你跳了。哎，嗯，咱们第二关闯关成功得画个勾。对，完了还有第三关呢。第三关，对，闯关成功。嗯，成功就是这个嘛，今天下单的嘛，是吧 ？OK， 再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今天我们所有在直播间啊下单的姐妹们我们粉丝啊，小哲的粉丝 ，Fit Me 粉底液到手价是69块钱一个。送5毫升的同款随机小样三支，还送95毫升的净澈多效卸妆水一瓶，再送美妆蛋一个啊，再送美妆蛋一个。下单买菲特蜜粉饼秒杀价啊，我们是59块，再送两包50片的化妆棉。下单化妆刷六件套的朋友，我们付一个定金20块钱，最终到手价是99。下单眼唇卸妆水的三支150毫升啊，只要137块，再送40毫升的眼妆卸10支。和净澈多效卸妆两支，这是随机的哈。对，下单羽绒唇釉的，我们拍一支到手是99块，送40毫升的卸妆眼唇卸两支，
拍两支到手是148，送40毫升卸妆，这个眼唇卸是5支。嗯，最最重要的啊，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我们今天小哲的这个专属定制礼盒。哎，专属定制礼盒在我们直播间限量是1000套的。今天在下单买这个礼盒的朋友里边，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抽奖，是小哲给大家签名的卡，小哲亲笔签名给大家卡，所以大家赶快去买，这是在几号链接？这是在礼盒是在我们的置顶热门位啊，礼盒是在我们的置顶热门位，大家赶快去买它。我们的礼盒还有多少？我们总共上了多少？总共上了，我看总共不就1000？对啊，总共不是给了我们1000吗？我刚刚把线刚刚掉。我去，你们不会吧？给他掉一千，对，不能让他买吧？那他卖这么多，咱俩得分点吧？刚刚我们的直播间被卡出去了，没找美宝莲的商家，要了命了！还有最后、啊，还有最后多少？大家赶快去买啊！完了，所有在下单买礼盒的朋友里面，我们要给大家一会儿要抽奖的啊！小哲给大家签名，好吧？好，我们是抽几个呀？一会儿在下单买礼盒的朋友里面。我们是抽5个是吧？对，抽5个有签名的这个小哲的卡哈。好了，我们接下来第三关要开始了吧？对，第三关啊，这个应该是更精彩了。嗯，因为大家都夸小哲是这个一人千面的演技啊。哦，对的，出道至今呢，塑造了很多好的角色。这个关啊，主要是考小哲的演技。嗯，那我们会出2种不同类型的车的声音，因为你看你也喜欢开车嘛。完了呢，我们会出2种车的声音，你需要根据声音来判断是哪种车，而且要通过表演来表现自己猜到的这个答案。我们直播间啊，所有的姐妹粉丝们，咱们也可以参与进来啊，把你猜到答案我们也可以刷起来，这是听声音来表演的，好吧？好，来了啊，第一个来了。还要再听一遍吗？再听一遍。OK， 好，来。首先，这个就是，不能说话啊，通过表演吧。哎，可以。啊！OK， 哎呀，好，你表演的这是什么？你我已经大概能什么了？你再形容一下。就是一个最高级别的，应该是竞速的一个赛事。嗯，就属于 F1。嗯，完了，你刚才做的动作是戴头盔。戴头盔，安全带。安全，因为他们的安全带不是说一层，他们是两交叉的。OK， 好，安全带。完了以后，手握方向盘。对。推背，再推，OK， 很形象，嗯，这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哈，这绝对回答是正确啊，嗯，那咱们来第二个啊，好，来第二个，这是什么？拖拉机，摩托车，赶快大家刷一下，这是什么呀？再听一遍，卡丁车，摩托车，啊。摩托了吧 ？OK， 那好，来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我想的是拖拉机。这个应该也是那个，他就是也要戴头盔啊，戴头盔也要戴头盔，然后应该会有个安全带。嗯嗯嗯。然后呢，他骑的是。跟上慢慢悠悠的，人家有人刷你说你表演的是三蹦子三蹦子哪有这么开的，怎么能这么开三蹦子，完了大家也在刷卡丁车，嗯，所以呢，那小哲刚才其实表演的就是卡丁车，卡丁车那是对了，有多少人说对了呢？那三蹦子那是来捣乱的吧？刷三蹦子是捣乱的吧？看着都不像三蹦子，对吧？嗯，那小哲其实这两个都应该没有问题，表演上大家也能看出来了吧？那但是有会在那个开卡丁车的时候让人跟上来吗？就是会就是这样可以左右看嘛？开卡丁车的时候哦，对对，如果开那个就不能赛车的时候是不会左右看，所以这就是细节嘛。嗯，其实演员就是很注重细节的哈。那这样啊，这个两个表演结束，应该算是非常的。
完美的这个完成任务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再加一个附加题啊，既然小车来了，不能让小车那么快走，这个考验我们小车的应变能力。嗯，抛一个问题，完了小车来回答。直播间的我们所有的那个姐妹粉丝啊，你们也可以到时候这个如果觉得答案满意的话，咱们就 Q 一，好吧？嗯 ，Q 一让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我们现在啊，来准备了，放在这儿，要放美宝莲产品。嗯，对，来美宝莲产品。看看小哲啊，这个一路闯关给我们一折好礼，除了刚才那些抽奖还有什么这个要推荐给大家要说的一些话。嗯，如果这次我们玩得开心啊，也希望小哲以后能够经常来我们直播间。嗯，是吧？嗯，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呢FitMe 哑光的粉底液呢是所有的刚刚要开始化妆的女生啊，这绝对是这个非常友好的，绝对不会出错，不油不卡不假面，而且呢它气垫也是很好的啊，哑光控油，非常容易便携啊。我们呢是这样，小哲呢一会儿呢这个再把这个你的这个礼盒再跟大家推荐一下，完了希望大家这个你觉得应该是就刚才那个我们说的像我的皮肤使用这个什么型号，对，完了呢白皮的女生喜欢什么型号，完大家赶快就要去买了，因为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这个礼盒里面抽五位幸运的粉丝啊，嗯，我们要送小哲的亲笔签名的时光寄语明信片，嗯，好不好 ？OK， 嗯，那个120是用自然的妹妹。120是自然，我想着吃的，想什么呢？自然，或者是像男生，如果平时我想化一个妆的话，化淡妆也是可以的，对吧？没问题，没问题。啊，如果女生白皮的话，是用黄一白，可以选择110。黄一白用110啊。嗯，粉一白选112。粉一白那就是这个白偏那个稍微有一点那个，哎，白里透是粉儿，对，白里透是粉那种啊。这个是哑光版的，对，大家都知道了，完了大家赶快去买，所有在下单买礼盒的朋友里边我们要开始了啊，张哲瀚美宝莲，这是我们的这一轮的暗语啊，我们要抽五位我们直播间幸运的粉丝送出小哲的签名时光寄语明信片，我们的暗语刷起来啊，刚刚进来朋友啊，大家这个对点赞不换台啊，对，嗯，大家一定要点赞不换台，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抽奖了哈，嗯，啊，刷的好快，行了，那大家赶快去买，再给大家最后的30秒，我们去下单买礼盒，在下单买礼盒的朋友里面来抽一个，这个抽五个啊，抽五个，嗯，抽五位小哲亲笔签名的时光寄语明信片 ，OK。我们准备倒计时了啊，刷起来，买了的朋友就赶快刷起来，我们是在下单买礼盒的朋友里面来抽这轮奖啊，嗯，我们五位啊，暗语是张哲瀚美宝莲，对，准备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到，好，五位我们截图哈，三二一，好，第一个是 ESU， 第二个是杨 SIKI， 第三个 SI 秀，第四个猫儿，第五个 TB 尾号825，恭喜恭喜恭喜获奖的朋友啊，恭喜，也再次谢谢小哲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姐妹啊还有他的粉丝来提供这份礼物这份奖品，那今天下单啊，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买FitMe粉底液的啊，我们到手价是69块送5毫升的这个同款小样三支，还送95毫升的这个净澈多效卸妆水一瓶，再送美妆蛋一个，下单买菲丽蜜粉饼的啊，我们秒杀价是59块，还要再送两包50片的这个化妆棉，下单化妆棉六件套的秒杀价是99块，下单眼唇卸妆水的三支150毫升啊，只要137块，再送40毫升的这个眼唇卸10支，95毫升的净澈多效卸妆水两支，下单羽绒唇釉我们拍一支到手是99，送40毫升的眼唇卸两支，拍两支到手138，送40毫升的眼唇卸5支，
没有抢到小哲专属定制礼盒的姐妹们啊，大家也不用那个担心，因为我们刚才又给大家多找了一些来，是吧？因为本身给我们直播间是1000套，完了又拿了1000套给我们，所以现在还有一些部分，完了大家可以去那个去买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这样哈，小哲马上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呢要请小哲完成刚才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答应大家的哈，要给大家清唱几句他的新歌《环绕》，我们来洗耳恭听。太阳有点少，不知是否我太伤脑，心跳往上冒，阻止不了的在舞蹈，不小心步入了你温柔圈套，不知道不明了还能否逃跑，碰巧不需要你过多的打扰，我只要你一个微笑就好。这个声音真好听。没事，我也听老师的歌长大的。那下次你来，我教你唱歌，唱《爱情鸟》好不好？你会唱吗？会。你真的会唱？我爱的人他已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来到。哎，我也有粉丝哎。谢谢小哲，谢谢谢谢。那这样最后我个人的那个请求 OK， 跟叔叔拍个照吧。其实我比你大很多吧。我行了，不说，咱不说年龄的事了。一说年龄事，我伤心了。我不是，我看到林依轮老师，没想到这么年轻，是吗？对，因为我真的是从小听你的。我天天用化妆品，我天天用美宝莲的。你的脸太小了，你到前面一点，我到后边一点，还是大呀。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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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哲。那小哲呢，结束之前也跟我们直播间你所有的刚才你粉丝一进来哈，好，一直在耍，完了跟大家说几句话。好，嗯，就要说再见了。然后呢，希望大家每天都能保持好心情，每天都有一个好状态，嗯，一起马力全开，活力全开，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嗯，谢谢谢谢小哲，谢谢，对，希望小哲呢事业顺利，身体健康，我们继续加油，谢谢，一起为你加油，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小哲，加油，拜拜，嗯，拜拜拜拜。